是河豚吗？哈喽大家好，我串子，今晚来赶海了啊！哎呀，这两天天可好了啊，到晚上小风吹的可得劲儿了。咱们往里走，出发 ，Let's go！ 怎么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怎么碎了？这个应该是船上面捞扔下来的。哎呦，跑了！我去，没抓过吧？我小时候在海边就这么抓小鱼，可好玩了。别跑了！哎呦，看到没有？这俩，你俩怎么还成一对去了呢？这都，看看，金水螺一只，你看这个笨蛋，这个金水螺，这完了，这个臭了，沙发鱼这是吗？哎呦，还有这个，我天嘞，居然给他跑了！哦，小皮球，这个空壳，哎，骗子！啊，带籽的这个海白虾，这是 ，Oh my God，Oh baby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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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。哇塞，这个长满籽的海白虾漂不漂亮？这个玩意可贵了，30块钱一斤，还别人卖。啊，肉都是透明的，这是不是带籽的？啊，走吧，宝贝儿。这鱼都跑这么快，这么快呢？哎呦，又跑了，它太小了，这个，哎，是我太大了吗？跑上来看看。怎么能反应这么快？哎，又跑了，我抓不着。哎，在这，就在这，你看到没？他就跑不远。哎，他就是，他就不跑远了。哎嘿，哦，这是个小狗腿子，小狗腿。哎呦，不就挺活了。这金水螺怎么都翻车了？看了，这是个猫耳螺。哎呦，这个好呢，好漂亮吧？翻车了呢。哎，上货。这块真多，这边什么？这地方挺奇怪的，你看到没？这个小螺倒挂金钩啊，海葵倒挂金钩，这怎么都回事？他们都喜欢倒挂金钩呢？又一只，这个不大，但是这个活，好大一只巨金丝螺，好巨大！呵呵，你看这小崽子多可爱，看到没？这小点儿，啊！这是河豚吗？沙光鱼啊，这怎么这么大呢？不对呀，这不是沙光鱼啊，这是沙光鱼，怎么这么胖呀？这家伙没减肥呀，看着胖了不好，兄弟，我妈跟我说了，不能太胖，太胖容易得病。哎，这个小，你还可以这个哈。哎，这个怎么碎了？受伤了，宝贝儿。哎呀，还没有发育好，这是，啊，这个碎了怎么的？哇，大海龟，啊，出来了，好大一只！哎呀，妈呀，这个能卖，这个哈，最起码得卖个20块钱，真大！哇塞，这怎么出来了呢？哎呦！这是夹的，这是那个海瓜子。哎呦，这个中间夹了个小海葵。哎呀，护花使者这是啊！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哎嘿，那个丝，那个不好吃，别吃啊，有毒。哎嘿，哦嘿，哎呦，这是个水母王，水母王是不是？看小海葵，哎呦我在吃东西呢。哎呀，把这个壳都吃没了。水母王带着一帮小水母，啊不对，海葵王，说错了，海葵王，一个怪怪，看到没有？我这都要走了，又来一只，哎嘿，这个好看啊，这有点受伤了，哈哈，太干了，啊，拿着这个，嘿嘿，上货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今天那个视频到这里了，喜欢串子的记得给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